台北灿烂灯饰迎圣诞，台北是越来越有圣诞节的气氛了。想要感受热闹气氛的民众，趁着好天气来到这座广场，可以看到高达35公尺的椰蛋树，能够变化出65000多种的灯光秀，让人看得大呼过瘾。带着小朋友前来的家长们，还能让孩子免费搭乘旋转木马、太空船，也可以沿途和雪人、姜饼屋、环保雪屋拍照，一家人都能玩得很开心。目前台北市内就属这处百货公司集中的区域最有椰蛋节的氛围。除了夜间闪耀灿烂的灯海，商业大楼和百货公司门前都摆放富有特色的圣诞树，吸引着到访游客的目光，争相取景拍照。这里还有一座钟塔，民众来这里超过岁末之钟后，还能写下愿望卡，希望可以获得圣诞老人的祝福，达成心愿。如果不想要挤进人群凑热闹，那么也可以钻进石牌的小社区里。虽然没有像购物商场般的大规模，但是也让人感觉相当温馨。继续逛到这条小巷子，家家户户很有默契地亮起门前装饰。吸引不少路过行人随手拍照取景。这里的人结合中西宗教装饰特色，提醒人们宗教没有分界的无私理念，也让人印象深刻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